感谢家人们直播间帮我点点红心，谢谢你们。说感谢你送的礼物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韩，谢谢你送的礼物，谢谢你们。感谢家人们，谢谢谢谢欢迎直播间的加入们，谢谢阿莫晚上好 ，Hello 家人们晚上好，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到来，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直播间家人们的点亮，谢谢。哎阿莫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，欢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点亮，谢谢。王菲买了100多小车，是吗？给阿美的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，家人们，这些我不知道，家人们，家人们帮我点点红心啊。送个阿美的是被他表姐劝了啊，意思那个车阿美要了是吧？哎呀羡慕了，那就我也羡慕了，要是有个这样的人给我送个那个小车就好了。又退婚了是吗？哎呀，那就我那祝福阿美了，那就我在这里祝福阿美，谢谢。就我没有遇到那么好的人，我从来没遇到那么好的人。家人们，你们帮我找一个嘛？也没有人喜欢我吗？我还单身呢。王菲真心对阿美的，我知道。表姐支持退婚，表姐是支持退婚，对，我倒是支持退婚嘛。瞎说这些事情，你们有没有想连麦的？谁？你也是好，你也不好，你也不是好人。我为什么不是好人？我为什么是什么？我劝了呀，家人们，我也就劝了，你们让我怎么做嘛？我也没办法了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真的很难呀，家人们。他表姐确实很棒，我认识他表姐。他表姐干活也很厉害，然后心也特别好，他表姐是确实很厉害的，心是特别好，内心不坏，然后人很好的，内心不坏的，家人们，就是家人们，阿美这样的我也很羡慕，我也支持他，很那种。哎呀，骗我嘛！哎呀，我的话家里面，我要打工，我还要给他们，我父母家里面，我还有我妹妹他们，我爸爸妈妈他们又不能挣钱，所以说我真的很难，我每天都要打工给他们，转钱给他们。阿美的话现在有王菲了，家里面不需要她操心了。哎，我的话家里面的话，我父母也老了，家里面他们都还在读书，需要我帮忙，所以说我每天都要去上班，每天都要那种，确实很阿美这个人，王菲有就是要她的话。很羡慕，不像我，你变了，我变了吗？我真的，我的话每天工资拿的是一个月拿的是4000多，4000多一点，4000多5000多，
这些我都要寄给父母，因为我家里面我是老大，要需要让我去照顾，所以说要需要一点钱，所以说我的话，我不上班不可以，我跟你们说我不上班不行的。每天都要给他们寄东西啊，每天给他们那种，所以说我真的很难呀，家人们。阿美是现在有，他就有完费就够，完费就，我也替他很高兴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喂。Hello， 阿美。哎。你要好好的劝劝阿美。阿美现在她那个表姐已经劝过了，她答应明天去见王菲。哎，估计，可以说心已经可以说退婚吧。那是要先说好的呀。她答应了，可以跟她退婚了。王菲送了100多万的豪车给他，跑车，他妈妈把他当成什么？所以这个是玩具车似的，看不懂。他把他当成3000块钱车子，跟那个换一辆三轮车回来似的。你说这傻瓜吗？对不对？可以是啥没有这样的王菲，很羡慕。我都对，对，阿梅这个人，这是的，现在要回心主意还来得及啊！王菲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，在公司里面，上班，付他可以到10000块钱一个月。他平时还卖化妆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小子怎么好吧？多少网友为他分担，为他就是。眼睛都看，甚至看得近视了。有的时候妈妈锅都烧糊了，有的为他的担心，夜里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说明这个事情已经是完完全全已经好了，因为他表姐这个人心是好，反正他这个人，表姐这个人好的。我就估计啊，明天是不是把那个，刚才那个户口本能拿得出来，拿不出来？还有我们这个网上有他的家人，或者是有这个他的叔叔啊，或者说他家这个拉土子家人啊在看直播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能不能在聊天呢？我说他是拿户口本的事情啊，就防止他家里面有人，或者是拉土子那边有人，网友在听到告诉他家人，这不好，你说这出口对不对？哎呀，王菲的一部车，王菲亲自把车子开到那个他家门口，或者一是干嘛？也是，估计是一不知道是过户，车的过户，也不晓得是办那个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车是要过户是吧？车不要过户吗？我不知道。车的是王菲的名下，他现在要把它转成阿美的名下，对吧？因为我不了解这些车。有车要过户啊。他那个车是什么牌子的？我都不知道。他们说是宝马，进口宝马还是进口宝马640的跑车？跑车100多万呢。哇！进口的，纯进口跑车。但是我有一个男孩子，那对我那么好就好了。你不车啊，现在你们到马上
如果说阿梅去上班的话，有王妃在你介绍一个好的嘛，你随到他去啊，跟他一起上班，那个马上如果是事情如果谈好了的话，可能那个叫什么阿兵的要到他就去上班了。阿兵是谁呀？啊？阿兵是谁呀？阿兵就是你们那个地方的吧，阿兵嘛，就靠拉土之家那个。你前天晚上那天呢，不是跟他打 PK 的吗？哦，就是那个。啊？阿斌那个人我不知道，我只见过他一次。啊，那天晚上跟他打 PK 的呢。阿斌人好吗？人还可以嘛，人还可以，人还是实在人呐、啊。我只有一次见面的话还行。啊，他要你跟他是。两个人打 PK， 谁输了各谁表白的呢，对吧？那我不输了，我一个你跟他表家家的，要跟他表白的话，我不好意思呀，是不是？你姐一起也是靠你那个本，你阿美家离你有多远？我离阿美家不远。他离阿美家也不多远，也是一个本村的人嘛，也是。阿美家住在，就是他住在下面一点的，我下面一点。下面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其实阿兵人还不错。要上去才可以。没多远，你有时间到明天到阿美家去玩玩，或者到了表姐家去玩玩。哎，给他们说说，多少网友支持你们，支持阿美，支持王妃。你看看现在我们多少人不睡觉都守着个手机在看，为了担心。在家呀，我要是有在家的话，我肯定要去找阿美了。我阿美有喜提，他有宝马了，你们看宝马嘛。哎呀，我也想看看宝马是什么样的。那跑车那个长他可以把那个上面那个。上面那个敞篷可以打开，啊，露天开，还可以把敞篷闭起来，跟轿车一样，个跑车嘛。哎呀，我羡慕死了，那就。那王妃亲自开上去，送上去，你看看，我的，他自己跑走，我觉得啊，运气还是挺好的，能遇到这样的人。对。我的话遇不到这种人。就是阿梅这个心啊，他是没主见，竟然要命啊！多少网友为他担心，多少网友为他呢，把这个眼睛都看的视力都看剪掉了。多少网友把轱辘烧糊了，多少网友为了失眠睡不着，对吧？今天很荣幸的能跟你连麦。你也可以是他的，是他一个好姐妹吧，对吧？确实是杰哥好。你们觉得哪个好呀？我们觉得，杰哥也不错，杰哥也不错，杰哥人也不错。你可以，马上你要杰哥介绍给你做对象，还不错啊，杰哥人也不错。那你跟王夫人先给我介绍过来。你可以吗？你可以。就阿米吧，阿米。一个女孩子要是主动去追别人的话是不好的，很尴尬呀。哎呀，你叫我阿米介绍，就阿米介绍给你。你跟阿米不是闺蜜吗？你跟阿米说一下嘛。我跟他连不上呗。肯定是不好意思的嘛。我跟阿米连不上麦，我也没办法跟他联系，对不对？你有时间的时候，阿美想连麦你，怎么样？连不上，连你人太多了，因为十几二十个人，有百十个人跟他连麦，连不上。他有时候看到麦也不接，对不对？像今天你很荣幸的跟你连了麦。现在有几个人一直跟我说连麦，但是约接我就连上你了。其实安吉这个人很老实。但是王妃前天买个那个，手表才没戴一个月的时间，很水鬼的，七八万呢，送给了安杰。
啊，你那王妃就跟他多好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确实。那个何许贵手表啊，你说呢？七八万的送给阿吉啊，阿吉真心真意的为了卖命，这人也很好。可以，你找阿梅，跟他谈，你的能不能把个那个，安吉介绍给我，这样就行了吗？那肯定的，那这个梅抱不住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话，我不好。哎呦喂，你们那个彝族人呐，就这么一点死风俗，我们在我们汉族人来说，勇敢的去追。意思勇敢去能去追吗？啊，你都勇敢的去追。我98年的，我25岁了。你才25岁，说什么呢？我们家的一个亲戚现在30多岁了，还没结婚呢，都呢。他妈！我们这名女孩啊。嗯。25岁，他多少？安吉是30、31啊。嗯。你可以找他嘛？安姐，我都岁啊，你们说多少岁啊？31吧，还是多少？我也不晓得。他是跟刚才今天有人问了的，从那多大要那个吹的。看到我都没看过。嗯。他长得是什么样子的？胖胖的，戴个眼镜。王菲的明天他到阿美家后，到阿美家去，你今明天到阿美家去吗？问题是我没有在这家，我在上班呢。哦，你上班你可以跟他连麦，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视频。啊，明天你也可以跟阿美说，你先跟阿美说，让阿美让他介绍，一句话肯定的，肯定保证你成功。我可以给你们做担保，还可以给你做好电线。人家那么有钱，人家那么好，肯定看破。安吉不是有钱，安吉家也很比较贫穷，家里几米多。他应该也有钱呀，怎么可能没？还有他自己也有本事一点，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到王菲的就是助理嘛？不是，安吉这个人比较好，他遇到了王菲，他真心的说的。可能就是阿美的事情，我每天都要去，要怎么等等之类，因为我也需要钱呀、啊，我要去，我不上班不行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大家都是要上班，你不上班的话，你要吃什么？是不是啊？要真的很需要钱，你们让我干嘛嘛？难道我肯定要需要钱啊？是不是嘛，家人们？好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也早点睡觉吧。我也跟你们播一会儿，我也睡觉了，因为我也早点睡觉了，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我也想帮阿美，但是我这边又需要钱呀、啊，我这边又需要钱，家人们，父母也要需要钱，我不可能一直这样，我就不挣钱，是不是啊？家人们觉得是不是嘛？每个都要需要钱，叫姐给养你，我父母要需要钱，你们让我干嘛嘛？是不是？真的是要钱的，你打电话劝阿美，你就帮忙完费，然后他不会走。我知道，但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家人们。我今天要先下播了，家人们，因为我明天还要早点上班呢。然后我就先下了，家人们。晚安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阿嬷就先下了啊，拜拜，晚安，再见，明天再见啊。你们与阿美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跟我聊。
你们他要今天得了什么呀、啊？今天啊，王菲给他送了什么？你们再给我汇报一下，跟我聊一下他们的之间的事情啊。因为我要上班，我没办法，又跟阿梅一起要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说家人们也没办法了，我就先下了，家人们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晚安，家人们。晚安，安安，晚安，家人们，晚安。跟姐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我先下了啊。